本分局综合所于本日十时许接获110转报，于本辖庄敬路一带有争吵纠纷情势，立即派遣线上警力赶赴现场处置。到场见被害人黄男受伤倒地，嫌疑人张男手持刀械站在一旁，立即通报119协助伤者就医，并逮捕张嫌。全案讯后，一杀人未遂罪嫌已请新北地检侦办。